那呢，咱所住的美丽宝岛台湾，是不是嘛，予人类带出真多的控制点呢？哈哈，当然哦，台上的金刀魂小兵一个都38,000里啊呢。即嘛，咱就到阵来台湾各地甲看卖，基本控制点会在伫什么所在啊？好，黑老师没问题，咱话行就行。台上。基本控制点会当设置伫个风景区美化点，路边草地美化点，湖边步滑边，深山哪来？人行道上，花圃内底。公园内美化点，上新美化点，哇，这么多控制点哦！那的人类哦，一定是开足多足多钱，可见伊的用途一定是真重要吼、哦。台先讲了一点也无唔对，咱看到这控制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，因为有因的存在，才会当正确来测量土地位置，是所有一切建设的基础。另外，人类也会当利用因制作交通、旅游的地图、森林、河川、航海等各式地图使用，安尼人类到世界各地都袂找无路啊，土地也会当好好啊规划，并且会当对大自然的灾害发出警告。好处真多，无怪人类的土地寸土寸金，土地价值是真贵。咱即要找一下人类来甲问看有甚物款的地图。阮这城的地图有真多种，即要介绍几种啊，互恁熟悉一下。有地质图，也佮有交通的地图。啊，那这就是台湾自然保护区的分布图。过来，这是台湾公路图。还有台湾土壤分布图，再来还有河川流域分布图。好怪哦，我看到足多人类，伊拢摕地图滴个。也毋过，阮高山啊所住个环境，未来就叫人类发现呢。听讲吼，人类是大自然环境个杀手哦。那安尼，阮个处境就是真危险嘛呢。为着大自然设想，咱到底来天庭向玉皇大帝报告。一位如此的香港，可有甚么大事呢？
火变玉的。遮天大圣为着惊因大的环境会予人类发现，所以真烦恼。哦，这句话要安怎讲呢？玉帝，最近哦，人类测量科技发展真迅速，伫个森林内面有台设足多的控制点，利用卫星测量老孙的水帘洞，请玉帝甲我想一下办法嘞。我知影咯，来人啊！哈士多玉子，基本控制点由人类甲高类共同来保护，并且请人类增加经费，共同维护大自然环境。